于傍晚17时30分许，在龙潭区北龙路与龙华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。经了解，该名女驾驶是沿北龙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驶，因精神状况不佳，先撞击前方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，失控再往前滑行约50公尺，再次撞击沿路的行人及路边停放车辆。本事故共造成7人轻重伤及13部汽机车毁损。经对该女实施酒测值为零，对于本次事故的肇事详细原因仍待厘清中。Thank you.